家好，我是阿元。这是我们新买的做 gym 的器材，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去健身房了，直接在 sub house 就可以健身了，哇，爽！ OK， 回归正题啊。睡觉了，他就睡。睡几久？半小时这样。半小时啊？半小时。接近。你看的猴子。你说嘛？这种代表什么？没有烦恼，一躺就睡了。今天我们的 plan 就是你们看了很多的死亡 ASMR，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在别人的房间煮东西吃，把他吵醒。但是好东西不可以只有我们两个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去把 Dixon 拉回下来。Let's go, let's go.是饿吗？饿啊！走，我们去贝尼的房间煮了一遍。Let's go！ 听小兵讲，他已经睡了半粒钟。首先，我们现在就要把那个电磁炉直接搬去他房间。还有锅，还有Maggie面。你要吃我们一面自己选，你们要吃吗？选一个你要吃。我是有麦当劳啊，我等下去里面吃汉堡。去啊，可以啊，去啊，去啊。等一下我在里面泡买薄地。哇，你叫来鸡蛋，鸡蛋比较好吃吗？可以够。我先进去里面设相机。
三条水是想要拍死亡 ASMR， 对，拍拍一下，没有死亡的味道了。我们三更半夜下来虐待他，结果变成三更半夜下来服侍，喂他吃面喝水啊，
啊哈哈哈哈哈！你也无聊啦，吃饭了没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Take a ball， 你 take a ball。他根本就还没有沉睡。是啊。你应该两个小时啊，睡了两个小时过后你才叫我下来，半小时不没有，我接了很久了嘛，对我来讲。他坑死了！你这样真的是被他喷东西出来，血啊！哎，你这样真的坑死了，被死亡给申报了！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懂为什么称之死亡 ASMR， 因为躺着吃很容易死。真的，啃到了谁？啃到了谁啊？你睡觉啊你？我的死亡 ASMR 跟别人的 ASMR 为什么不一样？还要洗碗，声音跟他一样，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还要服侍他。每次上去都睡上去了，所以。这是一个失败的死亡 ASMR 影片，但是我相信也是非常好笑，因为该我真的是笑到要死掉去。OK， 所以今天的死亡 ASMR 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各位，我们啊，抢进我的镜头，拜拜。我们东西拍完然后才出现，哎，现在有女朋友是这样的啦，拜。